宁海区域排名第八。天猫双十一宁波人剁手 35.8 亿，大家最爱买。2019年天猫双十一正式落幕，2019天猫双十一总成交2684亿元，成交再创纪录，较去年上涨 20%，共消费 35.8 亿元，其中宁海在区域排名第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90后消费者以 35.7% 的占比成为今年双十一的消费主力军，紧随其后的是80后。据数据简报显示，00后宁波人最喜爱的商品是卫衣，90后最喜爱的是手机，80后、70后最爱买的都是裤子，60后、50后最爱买的是空调。赶快回想你昨天都做了些什么，网友评论真香了，宁海人，你为双十一贡献了多少呢？